一根蜡烛烧完要五分钟，那三根蜡烛一起点燃，烧完需要几分钟呢？五分钟后就会烧完了。没关系，有我们陪你。有你们陪我，我就有力量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撑了15分钟。应该是15分钟吧。小朋友们，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一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。二，三个和尚没水喝。三，三井外线就交给你了。四，三小，其实答案是5分钟啦。五，30岁了，你担心你的发线越来越高吗？现在就开始使用落剑吧，保证你的发量石破天际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